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它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拨开浓重的历史烟云，追寻远去的战争余响，百战经典，纪念二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节目《二战全记录》。法仍在做梦将祸水东引，战争狂魔希特勒却已将战争推向整个欧洲，波兰沦陷，北欧失守，纳粹装甲挺进法国，希特勒的闪击战为何会一马平川，法西斯德国为何能势如破竹。百战经典特别节目《二战全记录之闪击欧洲》。因为真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大家好，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二战全记录》。提及二战中的作战样式，我们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闪电战。它充分利用飞机、坦克的快捷优势，如闪电一般的速度突然袭击一个国家，并将其占领。1939年9月1日是人类历史上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日子，正是这天，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欧洲降临，战争的火焰烧遍了整个欧洲。1939年8月31日下午，德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入侵波兰的最后准备。飞行员仔细研究过了目标的情况，坦克部队也已经开进了攻击阵地。9月1日清晨，身着波兰军服的德国士兵袭击了德国和波兰边界一处雷达站，打死了一些士兵。希特勒宣称波兰人发动入侵战争，为军事行动找好了借口。当天上午8时，德国军队突破波兰边境的路障，机械化部队开始快速推进。2天后，也就是9月3日，英法两国依照他们支援波兰的承诺，正式对德国宣战。波兰早已深陷困境当中。他们不但兵力匮乏，而且还要面对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式战争——闪电战。1939年，德国陆军兵力达到了150万人。德军的坦克师是他的精锐部队。这支军队有6个装甲师和4个执行侦察任务的轻型装甲师，共计2400辆坦克。这些坦克将负责突破敌军防线，向纵深推进，切断交通线，并制造混乱。他们会避开防御重点，将其留给步兵清除。新组建的德国空军也是为闪电战而设计的军事力量。德国空军有2500架飞机，他们已经做好了入侵波兰的准备。这些飞机中包括著名的荣克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它相当于一挺空中火炮，能为快速推进的地面部队提供精准的火力支援。但波兰人只有600架飞机，他们的地面部队同样捉襟见肘。当时波兰军队只有50万左右的士兵，他们配备了880辆坦克，
这些军队中甚至还有11个旅的骑兵，双方的装备水平相差十分悬殊。而德军的优势并不仅仅来自士兵数量，他们还研究出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他们把坦克当成了独立的攻坚部队。德军坦克将分散波兰坦克，为步兵开路。地理上的优势在德国的作战计划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德国坦克的首要目标是在战争初期形成有效突破，最终其他作战单位深入敌后形成合围，进而全歼敌人，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德军的行动非常顺利。波兰空军在2天之内就被德国空军消灭了。德国坦克突破了波兰防线，进而向纵深挺进。斯图卡式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表现出色。波军遭遇分割合围，德军俘获了大批战俘。据说当时曾有一些波兰骑兵部队勇敢地挑战过德军坦克，这种努力显然是徒劳的。他们就如同炮口下的羔羊。9月8日，内侧的前行攻击已经完成合围，德军开始向华沙郊区推进。9月17日，外侧的前行阵列也顺利会师。同一天，前苏联军队越过波兰东部边境，向波兰发动进攻。这一计划早已写在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的苏德协定当中。波兰军队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波兰政府已流亡海外，但华沙的战斗却还在继续。波兰部队拒绝向德军投降，德国的战争机器开始全力运转，施展它的淫威。9月27日，华沙陷落。次日，德国和前苏联根据苏德协定瓜分了波兰。波兰东部的一半领土划归给了前苏联，其余部分则纳入了德国治下。德国军队开始围捕所有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波兰人，一场屠杀开始了。同时，德军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将如何对待被他们视为劣等人类的东欧人民。党卫军特别部队已经出动，他们逮捕了大量犹太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被关进了集中营，最终慢慢饿死。另一些人则被当场枪决。幸运的是，波兰军队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超过50000名波兰军官逃到了法国。瓦迪斯洛·希克尔斯基组建了临时政府，波兰沦陷之后，他们在海外继续着战斗。英国首相张伯伦刚刚对德宣战，几分钟之后，民众就听到了刺耳的空袭警报声。英法口头上保证维护波兰主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正如希特勒所料，
英法在宣战后似乎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们都开始进行战争动员，防空设施也开始加快建设，他们在大城市周边架设了大量高射炮，此外还修建了许多掩体。很快，儿童得到了疏散，人人都要携带防毒面具，夜间开始灯火管制。同时，英国陆军部向法国北部地区部署了10万远征军。法国部队也向德国边境推进了一段距离，但他们拒绝向火炮保护范围以外的区域进发。在这段时间里，希特勒一直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他很清楚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闪电战使希特勒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取得了意外的胜利，他在不到4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占领了整个波兰，可他的胃口还远不止这些。1939年11月，波兰陷落不到2个月，他就命令部将对英法展开攻击，这让他的总参谋长大为惊讶。在波兰战役中，德军并非完全没有损失，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及时总结教训。波兰的反坦克炮摧毁了德军一个师的轻型装甲坦克，1/4的参战飞机被毁。那个时期的德国坦克性能很不可靠，经常会被补给部队和步兵队列超越。一番争论之后，希特勒不得不同意到春天再对英法发动战争。二战寻纪录。英国认为轰炸机是未来战争中的关键武器，可是英国皇家空军在白天袭击德军海上舰艇时，30架轰炸机中损失了7架。他们很快就有了更惊人的发现，在执行任务的飞机中有1半以上都会被击落。英国人的轰炸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威武有力，于是英国改在夜间展开突袭，而且扔的不再是炸弹，而是传单，以免引来德国人的报复。闪电战结束了，空中对抗也偃旗息鼓，战争的重点转移到了最后一个战场，海上。德国正雄心勃勃地扩建海军，这一计划要到1948年才能真正完成。德国潜艇部队司令、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接到命令，要切断英国的大西洋补给线。要达到这一目标，他需要300艘远洋潜艇，可此时他只有38艘。于是，在对英国发动攻势的第一天，邓尼茨命令让所有可用的 U 型潜艇全部出海。当晚 ，U-30 潜艇发现了英国的雅典娜号货轮，他们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将它击沉了。这一战当中有112人丧生，其中包括26名美国公民。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比德国海军大得多，英国有12艘战列舰，德国1艘都没有，英国有5艘航母，德国同样1艘都没有。因此雅典娜号被击沉后，英国对德国港口实施了全面封锁。英国海军规模庞大，但也有缺点，特别是他们的护卫舰太少，因此许多商船不得不独自航行。到1939年底，已有超过100艘商船被德军击沉。更让人震惊的是，英国人严重低估了潜艇的破坏力。1939年9月17日 ，U-29 潜艇击沉了英国勇敢号航空母舰。
10月14日 ，U-47 潜艇越过英国奥克尼郡斯卡帕湾主基地的防线，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击沉在港内。与此同时，德国的小型水面舰队也扑向了英国的海上航线。沙恩霍斯特号和奈森瑙号战列舰11月22日在北海拦截了英国船队。英国的武装商船拉瓦尔品蒂号被击沉了。给英国造成最大损失的德军舰艇是施佩将军号袖珍战列舰，它专门负责打击商船。28毫米口径的舰炮让它可以击沉所有比它快的舰船，而它本身的速度又能让它迅速逃脱战舰的追击。施佩将军号在英德交战前溜出了德国港口，不久他就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展开了行动。后来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阿贾克斯号和阿基里斯号把它堵在了南美洲东海岸的普拉特河口。施佩将军号袖珍战列舰遭到重创，不得不躲进了中立国乌拉圭的港口。因为收到了假情报，德国人以为更庞大的英国部队已经抵达，所以当施佩将军号接到命令离开港口时，舰长选择了自沉，没有冒险迎战。英国皇家海军士兵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嘉奖，这次胜利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欢欣鼓舞。不过这只是他们在1939年冬天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但在暗中英国确实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成功，这将使他们有望左右整个战局。战争一开始，英国就因为德国水雷损失了大量船只。英国人大为不解，他们的船并没有撞上水雷，可似乎只要有船从附近经过，水雷就会爆炸。1939年11月22日晚，有人看到德国飞机在泰晤士河口低空投下了一枚水雷。英国人拆除这枚水雷，并对它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它能捕捉船只的磁信号，进而引爆。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英国降低了船体的磁信号，他们在船身悬挂了大量铜线，然后通上电流，用这个办法来消磁。之后这一方法被应用在所有船舶上，磁性水雷的威胁因此大大降低了。当1940年到来时，战场忽然平静了下来，双方在冬季几乎没有任何行动，只是忙于巡逻、训练和保暖。那个冬天天气实在太冷了。1940年春天，英国远征军进驻比利时边境，并在边境左侧布置了防御工事。英军的规模比法军小得多，法国部署了近100个师，一部分驻扎在彼得边界线上，另一部分充当后备部队。悬殊的兵力使得英军指挥官戈特勋爵只能听从法国莫里斯加莫林将军的指挥。他们采用了防御性策略，很多法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规模宏大的马奇诺防线上。这道防御工事发端于法德边境，从瑞士一直延伸到比利时。法国人认为马奇诺防线是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完全能够确保法国领土的安全。可除了静等之外，英法联军并不知道如何击败德军。
他们调集兵力，满心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重演。倘若真的如此，他们将深挖战壕，挡住德军的脚步，逐步消耗他的实力。他们知道德军肯定会攻到这里来。英法联军似乎完全没有想过德国人会有其他想法，从没料到过德军可能借助一个全然不同的平台来发动进攻，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939年11月30日，前苏联军队登上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袭击了芬兰。这个北欧国家立刻被战火所笼罩。20多年前，也就是1918年，芬兰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前苏联红军的人数是芬兰守军的10倍以上，他们原本应该轻松取得胜利。可斯大林的大清洗让苏军损失了大量指挥人才。芬兰军队由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将军率领，他的士兵个个都是滑雪能手，于是一场雪原上的游击战打响了。前苏联红军陷入混乱，他们因缺乏领导而遭受了巨大伤亡。芬兰的英勇抵抗引起了英法的关注，两国很快做出决定，他们要通过挪威和瑞典援助芬兰。虽然这可能把两个中立国卷入战争，可他们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然而苏军在2月初重新组织的进攻打破了芬兰的防线。3月初，芬兰不得不割地以求停战。这一系列战事终于使希特勒注意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纳粹的战争机器需要获得瑞典的铁矿石。挪威的纳尔维克港是英法在冬季进攻德国的唯一突破口。如果英法联军在挪威登陆，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就会被切断。在看清了这一局势之后，希特勒果断下令正式入侵挪威。当德国经过丹麦时，他们也会顺道占领丹麦。挪威战场的战斗在1940年2月16日达到了白热化。英国的哥萨克号驱逐舰在挪威的一处峡湾俘获了德国补给舰阿尔特马克号。4月9日，德国军队开始在5个港口登陆。与此同时，德国新组建的伞兵师攻下了斯塔万格和奥斯陆机场。挪威的守军很快就被击溃。丹麦也是如此。德军在24小时内占领了丹麦全境。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希特勒多数时间都是在巴伐利亚州南部的乡间别墅度过的。对他来说，斯堪的纳维亚的战事不过是个插曲，他关心的是接下来针对英法进行的闪电战。希特勒部下提出的第一个计划，很多人听来都很耳熟，他们希望德军推进到比利时，然后南下挺进巴黎。这是施蒂芬计划的翻版，德国人在一战中就用过这一策略。英法也料到了这一点，他们正是针对这一猜想进行了备战。一旦德军发起攻击，英法联军将命令马奇诺防线以西的部队推进至比利时，凭借戴尔河和莫兹河构建更短更易于防御的阵线。1940年1月10日，德国的一架联络飞机迷失了方向，在比利时坠毁。英法联军由此得到了德军行动计划的副本。这一副本印证了盟军的猜想，于是他们做了针对性部署。但是坠机事件却使德国人立即改变了他们的计划。
曼施坦因将军一直认为原来的计划缺乏想象力，他担心德军部队将重蹈一战的覆辙，被英法联军拖住，德国会在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中战败。他建议希特勒将主攻目标放在马奇诺防线的末端，如果英法联军向前推进，这里应该是他们防御最薄弱的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德军坦克都集中在了阿登森林的东侧。英法联军认为坦克无法通过这片植被茂密的地带，因此只部署了少量防御部队。德军计划在英法联军向比利时推进时，他们将穿插到后方，切断英法联军的退路，所有部署在马奇诺防线的部队都将被他们甩在身后。这一策略风险很大，德军有可能会被困在丛林里，但是希特勒认为这值得冒险。于是德军在盟军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新做了部署，而英法还在为长期战争做准备。英法不仅有难以逾越的马奇诺防线，在兵力上还占有微弱的优势，他们有110个师，德军只有95个师。英法的坦克数量也比德国多，大约是3000辆对2700辆。而且法国还有更出色的坦克，32吨沙尔 B 型坦克同时配备了一门75毫米火炮和一门47毫米火炮，它的缺点是主炮固定在了车身上，很难瞄准目标。它还装备有另一门火炮，车长在控制坦克行进时还要操作火炮。德国的17吨马克四型坦克只有一门75毫米火炮，就安装在3人炮塔上，车组人员可以协同作战。不过这种坦克德国只造了大约100辆。德国空军有4000架战斗机，包括最新的梅塞施米特 BF109 战斗机，英法只有2500架战斗机，而且主要是老旧机型。英国空军确实有大约800架出色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可这些还要留着守卫英国本土。除此之外，双方的主要区别还在于他们的军事思想不同。德国人考虑的是如何发动闪电战，因此他们把所有坦克都编入了10个独立的装甲师当中。法国则一直在为重现一战中的静态战争做准备。坦克只是步兵的后盾，他们被分散开来，没有集中使用。他们也注意到了德军坦克入侵波兰时的神勇表现，所以也组建了3个装甲师。可是战争开始时，这3个师都还不具备战斗力。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这是糟糕的一天。希特勒选择在这一天发动针对法国和英国的闪电战。黎明时分，一个德国空降师在荷兰实施散降，攻占了大量桥梁和机场。同时，比利时的埃本埃马尔要塞也遭到了攻击。伞降工程兵从滑翔机直接落到要塞顶端，很快就摧毁了要塞的火炮。德国空军同时向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展开了攻击，边境路障也很快被推开了。希特勒的 B 集团军在费多尔·冯·伯克将军的率领下侵入了荷兰和比利时。如德军所料，部署在比利时边界的英法军队向前推进到了戴尔河与莫兹河沿岸的防线上。然而英法没有想到，配备了大量坦克的 A 集团军在瓦解了比利时边防部队的抵抗后，
又开始穿越阿登地区的丛林，向南线突进。而北线的德军也在快速穿越荷兰。5月14日，德国要求荷兰投降。就在荷兰人犹豫不决时，大批德军轰炸机已经起飞。飞机还没有抵达鹿特丹，荷兰人就表示愿意投降，可轰炸机群没有接到取消行动的命令。鹿特丹遭到猛烈的轰炸。次日，荷兰投降。接下来，德国展开了关键的一击。英法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德军坦克穿过了阿登地区，在5月12日晚抵达了莫兹河。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率领第19装甲集团军第一批到达了马奇诺防线以北的色当市。不久前，他们刚刚取得波兰战役的胜利。古德里安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闪电战。他没有理会马奇诺防线的守军，也没有等后续的步兵赶来，而是一路杀向南方。第二天，德军渡过了莫兹河。工程兵顶着法军强大的火力，开始为装甲部队铺设桥梁。14日，坦克部队开始渡河。当天晚上，古德里安的桥头堡已经深入到了敌方腹地10几公里。驻守马奇诺防线的法军机动能力太差，根本无法拦截。盟军轰炸机竭尽全力，试图炸毁德军的桥梁。但多数都被击落了。德军密集的炮火覆盖在法军阵地上，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异常效果。坚守了3天之后，色当周围的法军全线溃败了。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继续向西快速挺进，夜幕降临时，他们已在英法联军背后挺进了65公里。这些英法军队一直在坚守戴尔河防线，现在法国最高统帅加莫林将军终于意识到他们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他命令军队后撤。突然而来的后撤让英法士兵十分困惑，他们还不清楚身后出了什么情况。古德里安的军队已形成破竹之势，德军不断推进，一步步插入法国纵深。19日，他的先头部队经过了佩罗讷。20日，德军突进90公里，在中午前攻下了亚眠。阿比维尔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22公里，当晚9时被攻克。午夜前后，德军第二装甲师的一个营抵达了诺埃尔勒市海岸。德国人已经把英法联军的前锋线一分为二，德国人能否守住这条又细又长的通道，英法联军能否进行有效的反击，都将影响战争的走向。德军最高统帅也注意到交通线过长的问题，因此他们决定等到步兵赶上来以后再向前推进，占领法国大部分地区。另外，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北上消灭英国远征军以及与远征军并肩作战的法国第一军团。5月22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向英法联军发起了进攻。
英法联军后撤到了布洛涅、加莱和敦刻尔克港，他们已经陷入了包围。1940年5月25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军团终于走上了绝路。布洛涅港被攻克了。这个时候，德军已经完全包围了加莱港，英军被迫撤到了敦刻尔克港。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致电英国政府，只有组织海上救援才能挽救英法部队，即便只能救出很少一部分人。此时，德军轰炸机仍在空中呼啸，德军坦克也已经进入了攻击的最后准备阶段，进攻似乎是他们唯一要做的。英国人预计敦刻尔克会在一天之内被德军占领。英国人并不知道，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接下来的决定会让英法联军偷得一线生机。德国人很清楚，他们的坦克兵已经非常疲惫，车辆也急需进行维修。德国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德军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等候步兵赶来。他打算等步兵集结完毕以后，再消灭守在敦刻尔克周围的英法联军。闪电战的风暴暂时止息了，坦克停止了轰鸣，德国人休整了两天。这样的耽搁为守军，尤其是为英国方面留下了充足的逃亡时间。两天后，当德军装甲部队再次开拔时，天气发生了变化。大雨使道路泥泞不堪，德军速度大减，这又为英法军队的撤离赢得了时间。5月26日下午7:57，英国皇家海军多佛号战舰的舰长、海军中将伯特伦·拉姆奇接到命令，英国高层命令他执行发电机行动。这一行动旨在从海上把英国远征军运回本土。第二天，由驱逐舰、拖船和客轮拼凑成的救援船队穿过了英吉利海峡。被困敦刻尔克的军队多达几十万，第一天他们只救下了不到8000人。在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之下，码头早已不能使用了，船只不能过于靠近海滩。拉姆奇立刻调整吃水线，命令船身超过9米的船只参与救援行动。于是成百上千艘游船、渔船和驳船从英格兰南部各个港口聚拢过来，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过英吉利海峡，其中很多都是船主亲自驾驶。在一周时间里，小船不断把士兵送到大船上，再由大船把士兵带回英国。在参与救援行动的665艘小型船之中，有1/4没能回来。6月4日，当救援行动结束时，有超过30万士兵获救了，其中有41%是法国人。如此成功的救援行动，如果没有英国人同仇敌忾的精神和法国军队的英勇抗击，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一条船已离开海滩，法军留守部队仍没有放弃敦刻尔克外围的阵地。6月5日凌晨4时，短暂的炮击奏响了法国沦陷的悲歌。德军的攻击部队越过了索姆河和埃纳河，起初法国的抵抗十分顽强，德军竭力要攻克他们的桥头阵地。德国空军再一次为粉碎法军的防线提供了支援。不久，德军的装甲部队向南推进，
在坦克的践踏下，大批法国部队只得投降。14日，德军开进巴黎。纳粹万字旗在埃菲尔铁塔上升了起来。希特勒实现了威廉二世在1914年未能实现的目标。巴黎人只能在震惊和恐慌中看着这一切。在法国濒于崩溃的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曾5次出访法国，要求法国坚持抵抗下去。6月16日，他甚至提出，如果法国继续战斗，英国愿与法国合并。可一切都为时已晚，法国内阁拒绝了这一建议，雷诺当晚辞去了总理职务。菲利普·贝当元帅继任了法国总理，就职后他立即要求与德国协商停战。直到这时，德国人才终于调转枪口，攻击已经孤立无援的马奇诺防线。遭遇了德军重炮的轰击之后，法军只是做了象征性的抵抗，就任由德军占领了这条防线。6月21日，希特勒前往贡比涅，德国在1918年签署停战协定时的那辆车厢就停在那里。法国代表团走进车厢，希特勒递上了停战条款。法国人坚持要等到向法国政府汇报后再签字，但是第二天他们就被告知，如果不立即签字，德军将继续发动进攻。他们签字了，希特勒对法国的羞辱得逞了。对于希特勒来说，整个西欧已完全落入他的控制之下，他相信英国必然会提出和谈，很快他就可以考虑他那宏伟计划的下一步了。法国的投降让希特勒似乎站在了历史的顶峰，在当时的希特勒和他的众将领心中，老迈沉重的日不落帝国已难成对手，他们甚至狂妄地认为英国将在数月之内缴械投降。然而他们完全低估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不屈不挠的大不列颠之魂。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占领了西欧大多数国家之后，希特勒又把侵略的目光投向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他将如何摆兵布阵？大敌当前，英国军民同仇敌忾，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如何在丘吉尔的带领下顽强抵抗？百战经典特别节目《二战全记录之不列颠之魂》。